今天是班夫国家公园之旅第四天，我们昨晚在班夫小镇附近露营，今天的景点也集中在小镇附近，我们要去看峡谷、坐缆车、划船，行程也是非常丰富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我们今天第一个来到的景点是 Johnston Canyon， 来欣赏峡谷跟瀑布。那这里有分为 Lower Falls 跟 Upper Falls， 沿途也设有非常多的观景台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我们现在到了 Lower Falls， 我们现在在排队看 Upper Falls， 这是一个需要排队照相的景点。我们现在把车停在了班夫小镇，要坐公车去 Banff Gondola。我们先要来到班夫缆车，上硫磺山山顶，从山顶上可以眺望整个班夫小镇，还有几个木栈道可以散步。另外还设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景餐厅。
们刚刚吃的那间餐厅叫做 Sky Bistro， 食物非常好吃。如果你坐在窗边的话，还可以眺望山下的风景。但是如果你没坐在窗边的话，也可以到餐厅的楼上，有一个观景台，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看到班夫小镇。我们现在走一个硫磺山木栈道，要去看一个天气观测站。这里曾经是硫磺山山顶的气象观测站，后来改成宇宙射线观测站之后，如今也已经废弃啦。我们回到了班夫镇上，我们现在在 Bow River 的桥上，等一下就要去河上划船。在 Bow River 上面划船一点都不轻松，流还蛮强的，不能偷懒也不能睡觉，但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结束我们班夫国家公园4000的旅程啦。那我们下次旅行见。